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二人转总动员特别节目，我是龚海。哎，大家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特别是中老年妇女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心中偶像佟长江。江哥，你说就是咱们两个这个中老年妇女偶像往这一站，一起主持节目，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是不是得幸福感飙升啊？哎呦，我跟你说兄弟，不管说是幸福感飙升，收视率那都是层层的，你知道吗？我都替他们高兴了。江哥，行，咱们俩啊别在这自作多情了，还是得说正题。好，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回顾一下在二人转总动员的舞台上出现的老戏骨。哎，那江哥，提到老戏骨，你有没有一下子就想到的人？这个说实话啊，这个老戏骨，这个一定是在二人转界当中有资深经历的，对，是吧？有演唱风格的，堪称一流，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为老戏骨。当然，当然，知道吗？就这样的人，我还真，我一时还想不起来。我这，哎，兄弟，我还真想起一个人，谁呀？你知道吗？李平，哎呀，你知道吗？他呢，就是第五届大赛老年组的冠军，啊，一个唱功和舞台表演力极为出众的这么一个老派艺人，对，唱起戏来，哎，就那个锐利的那个眼神，相信给观众朋友们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好，那话不多说啊，接下来一起欣赏一下李平在第五届老年组冠军争夺战当中带来的表演。香莲呐，还乡去吧。你不忍为妻呀，感人儿女，怎忍心让亲生骨肉流落的街前呐、为妻我死活呀，不要你陈门关、你们父子团圆，为妻我呀小酒劝呐、哎呀我的天哪！想起来在家中把书来念，香莲他为我受尽了委屈，二老面前这尽忠尽孝，抚养儿女费尽心机，家里活办点事全靠他自己，为的是一家老小和和气气，现如今我一步走错，受差的磨眼，两条道路啊摆在了我面头里啊，苍天哪、常言说人往高走水往低去，谁能够高官不做尊马不骑，现如今我做高官状元及第，翰林宴老恩师陪我宴席，我连中三元呐、身为国婿，蒋皇姑许配我身旁为妻，我今天忍下香莲女，抛荣华丢富贵，这美貌公主我上哪儿找去了？不认。我思想这些不能认，我走上近前用脚踢，谁是你的丈夫，
谁是我的妻？你胡搅蛮缠不讲理，我宝剑下去我叫你命归西啊！我了回去，强人呐、啊！秦香莲，我咬牙门，梦一生你是无休无耻无义的人，你别装疯来，你别卖傻呀！三条大罪在你的身，头一罪家有亲事，你娶公主有妻再娶你满姐，二一罪告他饿死，一说二老啊，枉为儿子你灭人伦，三一罪你派韩琦行凶刀，我看你是浪费狗心，说你是个君，你君还不练臣，说你是个臣来你臣也不练君，说你是个父你父还不练子啊，说你是个子来子不小双亲，使劲骂呀，你骂的痛快，君不君臣不臣，你父不父子不子，爷不爷来孙不孙，当你什么官你还为你什么民呐，我就不信你还能骂出掌声来。狗头上戴纱帽，你装的是哪份人？青年吧，当妈的陈世美大脸翻，我挥身抽出剑连环，我照着香莲往下就砍。相爷急忙迎上前，不能斩来你不能斩，好小公堂为哪般？本宫犯了什么罪？杀妻灭子，罪恶滔天。你说我杀妻灭子有何为证啊？现有钢刀做证件，刀不离鞘，鞘不离刀，刀鞘有字，此词共三个大字，金沙满。既然开封府有人把我告，你把当朝驸马怎么样来言呢？啊，我乃是当朝驸马。慢说你是李驸马，奉子龙孙不容宽，来人头上打铁乌纱帽，身上蟒袍你别穿，叫上来人帮帮忙，裤头扎下恩下都换呐、啊！这老腔老调可真是太有味道了。哎呀，公海啊，我跟你说吧，这些民间的老艺人唱了一辈子了，嗯，就这唱腔，就这韵味，都已经渗透到他们的骨子里了，你知道吗？谁也学不来，谁也拿不走。而且我也发现了，真心想为这些老艺人点赞，他们老腔老调啊，演绎的是咱们东北的地方戏，让人们了解了什么是最原汁原味的二人转。那提到了第五届的大赛啊，还有一位不得不提，他在几年前呢参加的二人转总动员比赛，当时可以说是一压群雄啊，让同台竞技的选手们都紧张不已。哎，你说的是谁呀、啊、兄弟啊，这么夸张吗？我说的确实夸张了点啊，不过此人确实是高人，他就是赵小军。哎，赵小军也是我的朋友。哎，他来过，唱得非常的好。没错啊，那提到赵小军，喜爱二人转的朋友们应该没有不知道的。那很多转迷啊，都是从听磁带那会儿就开始听赵小军老师唱戏了。他舞台经验丰富，唱腔呢精准动情，这个人物刻画也是惟妙惟肖，是民间二人转不可多得的好唱手。哎，公海，嗯，你知道赵小军的拿手戏是什么吗？我当然知道了，包公系列吗？没错，你看人家的包厢也演的啊，我觉得就是太有样了，尤其是这个唱腔也是韵味十足。要不这样，咱们现在、哎、接下来一起来听听赵小军的包公吊孝。来，我关起你好，
要紧靠大关关，埋在地当摇啊，我妻李夫人一旁来站，有两名侍女一旁搀扶着，包相爷一楼笑意慌忙跪倒，哎，公安啊，嗯，刚才呢，你介绍的都是吉林省的二人转民间的老戏骨，对。但是，我认为啊，提到这个老戏骨，咱们大赛里也有很多黑龙江省的特别出色的二人转民间演员，嗯，你知道吗？也应该提提他们。你看看，要不说就是江哥，就咱哥俩就是有默契，因为我接下来要说的就是咱们黑龙江籍的演员。第六届大赛成人组的多栖擂主集中力，正气唱得棒，快板打得精。哎呀，公海，你说这个太对了。哎，你知道集中力为什么那个快板打得精彩吗？为什么？你知道不？因为他的嘴皮子功夫非常的溜啊，是吧？在戏里面经常加入一些爆板。对，别管速度多快，依然能让观众听得清楚每一个字儿，这就是功夫。哎。所以说，就是他在唱戏的时候，就都爱自己来搭板儿。哎，是的，别人不了解，可能就还会出现一些跟不上他节奏的这种情况。没错，没错。那接下来咱们一起来欣赏一下由集中力杜洋洋带来的《包公赔情》。尊一声恩嫂。你在一旁站，你听听三弟我诉一诉那十里长亭，三弟我那十里长亭站下公馆，文武百官为我践行，文武百官都把行间把大朝臣都有名，正
正是文武在论国政，忽听的芦席外边有人喊了一声，我当来了哪一个，原来是包勉小出生。进炉旁先问三叔身体好，后给那三叔问安宁，他言说咱包家做了三年定远县，银子赔有那好几百封。三弟我的闻听此言，手捻胡须哈哈笑，口尊声啊满朝，文武你们要听清，不是包家宽海口，我们包家做官倍倍清。命王朝赐给包勉三杯水酒，哪成想这小子酒后无德耍酒疯，平地跳起来足有那好几尺，当时抽起来羊角风，上前来拽住我的横听玉丹。不管我叫三叔，管我叫大长兄，他言说我二位一个娘怀内吃过奶，我二位那本是一母，养来一母生。说出这些三弟我不恼，这下花嫂嫂你听听国法难容。他又说咱包家做了三年定远县，那银子搂一个勾满豪平地穴，暗藏着人工马，还有三千铁甲兵，单等八月中秋后嘎倒青苗，杀进朝廷，抓住当朝宋王主，给他来一个薄儿平，抓住八姐和九妹，一个朝阳一个正宫。那八姐九妹的本是三弟干姊妹，舍老太君脸蛋子臊了一个紫又红，满朝文武谁都没言了语。刘文进狗奸臣在一旁哼一声，上前拽我的横庭玉带，不管我叫相爷，管我叫黑脸包公，让我呢跟他走来，跟他走一道那万岁面前把礼平。正是三弟我为难之处啊，忽听得芦席外边有人喊冤声，我往外边送二目，跑进个老夫人跪在了第六平，他告了小包勉七男了八女，害他家三条人命，命归阴城。三弟这才是心好恼，忙把包勉上来绑绳，从清晨了绑到天过午，并没有一个人为包勉来讲情，哪怕空中要有个乌鸦锅呀，也算着包勉侄儿救命星。那铜闸不败自己的王七七，三道铜屋六下崩，三弟我的万般处在无计所奈，这才把包勉闸口上扔，只听咔嚓一声响，包勉闸个血过隆冬。自从闸了小包勉，三弟我的父难了子侄，把住我的柔肠，肺腑都疼啊，我的嫂嫂啊。《甄嬛传》里啊，有句老话叫快板听字儿，慢板听味儿。吉钟丽老师的戏呢，真的是要字儿有字儿，要味儿有味儿啊，听着那叫一个享受啊。哎，公汉，以前呢，我学习的时候也没少听吉钟丽老师的戏，比如说啊，这个《老西厢》啊，《五鼠闹东京》啊，《老蓝桥》还有全本的《历史钢剑》真的，现在这些老戏啊，已经都快失传了。说到已经失传的这些老戏啊，我觉得还有一位老戏骨不得不提，他能来参加比赛真的是不为奖金也不为名次，就为了能够把自己会的这些个师门里的戏啊多唱一唱，让更多的人去喜欢。哎呀，二人转人啊，真的就应该有这种二人转人的精神。对啊，哎，你说那你说的这位是谁呀？是谁呀？他就是在民间有着东北戏后美名的著名二人转演员唐小霞呀。这个我真想起来了啊。想起来了吧？那是咱们第七届大赛的选手啊，他当时就是唱了两段确实真的是比较背道的戏。来吧，一起欣赏一下。黄金江啊，海
香随蜜花，黑马草云哪、啊啊、天花板上可有朝天鱼呀，象牙床上可有飞凤展翅哪，象牙床摆一对阴阳绣枕哪，崔一镜菱花镜下垂紫金哪、啊、好美女陪送妹妹一十二个呀，小妹我坐在了床上免得动身哪、啊、金交椅银交椅一十二把呀，金狮子银狮子把手府门哪、啊、配送你这些个礼物花儿都不算哪、啊、你在外配送妹妹你下面啊，带领大家去回顾一下出现在咱们这个舞台上唱反串的二人转唱将，他们不但会让观众朋友们感到惊讶，还会感到惊艳呢。你说到反串，说实话我就不明白了，就为啥好好的男生非要演女生呢？你演就演呗，咋还演得那么好看呢？哎呦，我跟你说，公安，这就说到了反串的前世今生了啊，知道吗？二人转呢、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对啊，最早的时候啊，因为社会很封建，女生不让登台，你知道吗、所以二人转的旦角都是由男的来扮演，模仿女的扮相、动作、声调、唱腔来进行表演的、知道不？随着社会的发展，慢慢的才有了男丑啊、女旦的二人转的表演形式，知道不、是这样的过来的。但是啊，男扮女唱旦角的表演方式也是流传下来的了，知道不？对于这种表演形式我们现在就叫反串，这么来的，你知道吗？其实啊，其他剧种、也都有反串啊，知道吗？比如说你就像京剧是吧，人家那个反串青衣，就是比如说程砚秋老师啊，梅兰芳老师啊，都是有过的，是吧？懂了。看来这个反串啊，它已经是戏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组成部分了，对吧？哎呀，是的。所以啊，在二人转总动员的舞台上有反串表演的出现，那就不稀奇了。照这么话说还真是。那我们首先给大家介绍的这位反串演员啊，那如今可以说是大名鼎鼎了，他就是姜有力。哎呀，姜有力，这个姜有力我这我知道啊、他和王东啊是咱们第五届大赛的亚军。对，大美唱的那是旦角，王东唱的是丑角，是吧？二人在舞台上表演了很多的经典剧目，你像这个西厢啊，是吧？韩琦杀命，对啊，包公吊孝等等吧。让我们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西厢写书。那既然印象这么深刻啊，咱们今天先来听听这段写书，一起来看看这个姜有力王东是如何惊艳全场的。好，一起去看一看。金曲
去说为得是啊，当初以往啊，常在天猫在人啊，就陪我呀。怎么样，江哥，是不是很惊艳呢？哎呦，公海，其实啊，我每次看到江大美的表演啊，都是一种，哎呀，惊吓呀！惊吓，的确啊，这大美的这个扮相啊，确实是挺让人害怕的。嗯，但是人家唱的好啊，对不对？哎、这，哎呀，这还真不假啊、嗯。大美的本嗓基础好啊，小嗓很真实，是吧？高亮脆。真假声过渡的好，嗯，也就是背公音儿啦，是吧？而且舞台舞的浪啦，哎、说的逗啦、哎，对对对，泼辣豪爽，对，典型的一个关东大娘们儿，没了又没了。看得出来啊，这个江哥对江小丽还是很认可的嘛，这关东大娘们的美誉还是很符合她的人物特征的嘛。
如果说大美呢是泼辣豪爽，那接下来的这位反差演员可就是小家碧玉了。哎，公海啊，这又是谁呀？是谁？咱们看过节目就知道了。李太后叫上中华干娘嫂，穷汉呐、啊，吃惯了小米稀粥咸菜条啊，进皇宫享清福儿可受不了，怕的是净吃好的肚子鼓大包啊，干娘你从见天日比啥都好，儿甘愿留在这儿破瓦寒窑啊，儿知道您老的胃口不好，你要多喝点小米稀粥，多蒸点鸡蛋糕，咱母子十八年天天常见。干娘你只有这要饭用的半拉葫芦瓢啊，瓢里有刚要来的小米粥一碗，趁热乎快喝下，您老可别饿着我的干娘啊，饭中华贵的磕头眼泪哗哗跳啊，李太后心如刀绞，
难饶啊，中华只好跟娘走，搀扶干娘厉害要啊，太后坐轿上大道哎，老伴骑马紧跟着哎，唱不过公端太后，下回再唱大老好啊，哎呀，原来是张丽辉啊。对呀、啊、就是他呀，就这一段戏是张丽辉和这个林英啊在第五届大赛成人组复活赛上的一段精彩表演，就最后啊这两个人成功复活进入到总决赛了。哎，张丽辉唱脆扮相俏，一招一式啊把这个旦角演得那么妖娆，妖娆这个词特别准啊。就是哎，强哥你还记不记得啊，就是说他们复活赛之后在决赛里面唱的是一出什么戏啊？哎我当然记得了。牛郎织女，对，张丽辉反串旦角，哎呀把很多观众都给迷住了，特别美是吧？是的。那既然这个强哥还记得这段戏，而且还把大家给迷够呛，咱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段牛郎织女。不是我偷的，是我拿的。老牛说呀，这是那啥的。那啥呀？说你是我媳妇儿，能给我回家生娃的。哎呦我的妈呀，这老牛咋这么邪性呢？那你寻思啥呀？老牛憨，老牛笨，老牛喝水别强摁，老牛吃草不嫌嫩，小伙都有老牛劲，我莽子，你嗨。身何起？看谁好就当媳妇儿，人家烦不烦？别人家大姑娘我没留一眼。老牛说咱们俩天生就有缘、你说咱俩有缘，可是书相近，谁知道你是哪家的小儿郎？我叫牛郎，单身汉呐，19岁正当年，哥嫂分家没财产，茅屋朝舍整三间，一头老牛长相伴，种了2亩6分田，别看人穷家。媳妇儿你干不干？基本情况我是连我端呐、就这情况那我媳妇儿干吧。织女闻听啊羞红了脸，人间的
我跟你说，这要是不熟悉的人，真的真以为她是一个大姑娘呢。是啊，那个张丽辉和江有丽啊，属于两个类型的美，没错，就是一个呢比较豪放，一个就比较内敛。那这不，这俩人啊，在同一场比赛上还真就碰上了，而且还现场来了一次比美，就是想看看这个谁呀，她更美。来，立会儿，立会儿，来，准备啊，一二三，走了。哎，你看看这两对这个反串演员啊，也真的是让大家惊讶了或者惊吓了啊。但是我记得在那场比赛还有一个人是更惊艳，想不想看看呢，江哥？哎，就是那场比赛有比他俩还好看呢？那必须的呀。不是我跟你说，公海，你我发现你变坏了，你我怎么真的就这个视频你也拿出来看，哎，当时这个也是我一时这个没搂住，你说你到现在我这还后悔，还后悔，真的这个形象就全完了。哎呀，你看看，这江哥就这都不算什么，咱们这不是为了艺术献身啊，献身，就你看在全场观众乐的。啊，都合不拢嘴了。好了啊，咱你这事咱先不说啊，就是咱们刚才啊欣赏的是男生反串女生，接下来呢，咱们再来看一个女生扮男生。哎呦，我跟你说，这个真厉害了，女扮男，你这更不好演呢。这个，我一时真的想不起来谁能做到这一点。那接下来啊，咱们一起来欣赏一下由二人转表演艺术家郑桂云老师和王倩倩带来的梁赛金擀面。小妹你今年16岁，你本
是十月二十五日盼月子时生啊，咱们家四个子来四个五啊，四个龙凤日子就把咱们生啊，只曾想子午卯酉能成大官呐、啊，不料想西的西来东的东啊，这一宗这一件我答的对不对？东北电视二人大赛成人组的第三场比赛。